各位观众朋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。人类在心理上呢，通常会有两大障碍，那就是恐惧跟焦虑。受到恐惧和焦虑这两种因素的影响，人们往往不能做出正确的抉择，不是难以下决定而显得过分小心或是优柔寡断，那么就是太快下决定而显得浮躁猴急。那么究竟我们该如何消除焦虑和恐惧而保持平常心呢？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其实呢，人类啊，在心理上的障碍是太多了，并不仅仅是啊，是恐惧和焦虑。我们随时随地会产生呢心理上的一种不平衡、不安全、茫茫然。不知何去何从，不知道如何的呀来面对呀未来或面对现在。所以恐惧和焦虑都是由于啊自信心不足，也可以说对于未来呢或对于面对着的情况不了解，这个是相对的。自信心不足呢，也就是自己的条件不了解，自己的位置不了解，自己的立场不清楚，自己的能力不清楚，那对未来也是啊不了解会发生什么。也可以说就是人从小开始啊就没有安全感的，不要说是人，所有的动物啊都在追求安全感。没有下雨的时候怕下雨，没有太阳的时候怕下太阳，出门的时候会不会下雨，会不会刮风都不知道，会不会被车子闯伤也不知道。这个恐惧就始终啊都在我们的面前摆着，因此大家就疑神呢疑鬼。那有一些人呢每次出门先要在神前佛前呢来求一求，抽一张签或者是那个把杯递个脚杯，或者是呢有的人很聪明，他们懂得紫微斗数，懂得什么易经啊八卦，先来算一算，这个排一排八字，算一算卦，然后呢再出门。弄到这种程度啊，疑神疑鬼，很多人每天出门以前都要准备做什么做什么，希望求平安，这也是在恐惧之中焦虑之中。比如说有人家里的供了一尊佛像，这天天拜拜，这早上就拜一拜，就是你求你今天让我平安哦，他就表示说出去不知道会不会平安，那晚上回来了谢谢了，今天保佑我一天的平安了，那表示说这一天的平安不是自己能够平安的，是菩萨或者是神或者是主公都保佑他平安的。就是不是操纵在自己，自己是没办法掌控自己，所以是呢时时刻刻觉得是一种不安全的一种啊环境呢、啊。那如何的能够消除这种啊心理上的一种焦虑或者是恐惧，相当难。那佛经里边特别是心经里边呢叫无有恐怖梦想颠倒，就是远离梦想颠倒，远离恐怖。这要做到什么？要五蕴皆空才能够做，才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。所以五蕴皆空就是说把我们的身心世界啊通通把它当成空的，那你就平安了。你出门的时候不要认为啊今天出门会发生事情，就是发生事情也没有事，那你时时刻刻就在平安之中，那这个不容易做得到。那也就是说
这个身心世界的环境呢受自己的掌控，那你就会没有恐惧，你就不会焦虑。如何的能够使得身心世界全部让我们来掌控啊？这根本不可能的事。我们身体就不受我们指挥的，什么时候头痛，什么时候打喷嚏，常常讲，哎，你要小心哦，你要保重哦，常常叫人家保重，也自己呢，马上就一个咳嗽，一个哈啾，一个喷嚏打了，还叫人家不要感冒啊，结果自己感冒了。这个是经常会看到发生的事，但是呢，叫人家小心，这个也可以一种关怀，一种关心啊，那表示说我们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平安的，真正的平安的世界不在我们这个地方。那如何能够叫它不平安呢？虽然我刚才讲不可能，如果要可能的话，一定能够像菩萨一样的，像观自在菩萨能够把五蕴都能够看空了，那是有大智慧才能够啊真正平安。可是我们普通的人如何能够平安呢、啊、是这样子的。我常常告诉我自己啊，我没有什么好可怕的，你怕也没有用，你又怕它做什么？能够想得到的，预想得到的可能会发生的事，那我们先做安排，叫做未雨绸缪，先要有准备。已经准备好了，那还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。说常常会啊，这个说地铺眼睛的事情常常会出现，常常会听到说半路上杀出一个程咬金来，或者是呢一条黑马跑出来啊，这个事情常常会发生，这个不是能够自己预想得到的事。既然不是预想得到的事，你怕也没有用，不怕也是没有用，那还是不怕的好。你恐惧等于没有恐惧，恐惧了你更糟糕，疑神疑鬼，神经兮兮，你寸步难行，你每天的日子就难过了。所以是要在未雨绸缪，要知己知彼，要对环境，要对自己弄清楚以后，不要再怕，怕没有用，何必要怕它？恐惧没有用，何必要恐惧？担心没有用，为什么要担心？否则的话，真是愚蠢的。阿弥陀佛。